然后大家好，我是阿向啊。我朋友那边养了几只鸽子啊，最近两天老是夜不归宿的。然后我朋友想把它给宰了，问我要不要。我们今天过去看一下。鸽子在哪里？是，正好是一只鸽子。这个鸽子一斤多少钱？一只多少钱？一只50块。一只50啊，那四只刚好200哈。这是我们早上花了200块钱买的鸽子啊，总共有4只。啊，打窝这个生蚝，这个300平的这个大水坑，我们要拿个石头啊，放进去。鸽子是不会潜水的哈，所以要放2个石头，好让它潜到水坑底下去。好，我先回去了哈，大概过个7-8天过来抽吧。来了。哎呦，这尾巴是什么东西啊？毒！哎呦，鱿鱼，鱿鱼！哇，生哥，2个轮才可以把它制服，尾巴踩住！哇，这么大，尾巴踩住！哇，有毒了！哇，飞着翅膀！哇！我让我刺给它拔掉！啊！哇！哇！哥，小心点！哇！刺给它拔掉！哇！哇！哈是这么大的刺，这个。试一下，野猪都扛不住吧？来，我抓尾巴，你抓头。来，拎上来。飞着翅膀，这么大。这个有点像魔鬼啊，所以也叫魔鬼鱼。来，进去。哇，真捅了，真捅了，直接捅就爆了。哇，这里还有。我喜欢一只手抓一只，最近两只手抓一只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哇，大黑包公，大黑鲷，偷懒，偷懒。哇，哎呀，走路不好走。哇，这只鱼怎么这么漂亮？这是什么？叫南瓜子还是南瓜子？南瓜子，看的。要蓝色的，要南瓜子。大力士啊，大石头底下有没有大窝？看一下。哎呀，这里有只鱼。哎呀，我这底下有货，你看。你先抓。来了，小八爪啊，一口爆啊，一口给它吃掉。哎呦，这里。来了，很大哈、哦，确实很大。进去，小小的是什么鱼啊？哇哈，是我们的黑美人珍珠斑哈、哦。这个池塘里面比较脏，回去的时候洗干净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有半斤。来了，一条石斑。来了，哇、哦，又来一条青斑。哇、哦，来了。哎呀，保罗来了！哇，保罗，哇，缠住我的脚了，死亡缠绕。哎呦，哇，鞋脱掉，我跟你说。你不是他对手啊？进去吧你，进去。哇，这边还有一只保罗。哇，这两个是一对眼呐、啊，这两个是夫妻。啊，你看，这么大这么大的石斑，没有抓干净，被我们给捡便宜了。盘主今天肯定很心疼。走，呀，我在旁边聚集了这么多鱼，哎，下来两只黑鲷，哦，哎，跑了，往哪里跑？哎，哇，好，往哪里跑？哇、哦，大石斑，不要跑，一斤多，哇，这里，哇，哇，赶紧。这里，哇！来，捅给你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是青斑。我头拿了。哇，1-2斤吧。哇，你脚下都是鱼啊！这里。哇，你鱼都被你踩死了，哥。快，来，在这里。来了。哎呦，你看，抓住了吧？嘿嘿，大鳗鱼。一条小花鳗。哎呦，小的还挺凶啊。挺凶啊。你凶能怎么样？你凶很凶，游到哪去？在这里，进去了。我这边一条大鳗，我刚才看到这个鳗鱼跟八爪鱼在这边打架哈，他们两个来约在这边单挑了。哇，进去了。哎，这条八爪鱼，但不知道有没有打赢哦。让他进去跟鳗鱼继续打。哎，来，站。哇，你看看是什么？
里面打架了，还想搞。珍珠湾钓的好爽，到处都是鱼。这条是1斤1斤半的红骨。哇，越狱了，大闸越狱了。大哥，你抓下，把你踩到鱼了，被我踩到了，踩到鱼了都不知道，鱼给你踩死掉，来了，哇、哦、哈、啊，有鬼！哇，这是什么鱼？好可爱呀、啊！自己会转圈圈了。他找鱼和鳗鱼打架了，他要去找鳗鱼了，估计。你看这只八哥。这条可以，这条可以，这条是直线的红鳗，你看，哇、哦，这么弹，这个有2-3米呀、啊！你们看一下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，不能咬我，你看比我手臂还长，2-3斤，2-3米呀、啊！哇，好多鱼啊，快，这是这是，这捡鱼的节奏啊！哇，今天跟我们的阿华一起抓鱼，很爽。这个是老虎斑啊，这个走。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哇、哦，这个蓝蓝的，蓝罐子，蓝罐子，可以啊，1斤多。哇哇哇哇哇！你看，都是鱼啊，都是鱼！哇，哇大包公！哇，2-3斤啊！还有哇，这条颜色一点一点的，很漂亮，是什么鱼啊？哇，哇，大石斑哦！这一条至少是1000块钱啊！哇！发财了，这一斤180，这5斤。排队排队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这条大鱼哦，这条大。哦哦哦，5-6斤的。哦，自己跑进去。嘿嘿，今天的鱼都很乖哦，自己会跑到箱子里面去。鱼，跑了。一条。鱼也跑了。这两边夹击呀。小子，过去！哎呦，哎呦，又过来了，打乒乓球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啊，上来一只了，一把抓住它。黑雕3-4两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哇哈，有鱼啊！什么的？什么？哇！小心点后，刺有毒饵的。哦，我抓上面。哇塞！摇起来！哇，可以哦，可以。漏网之鱼，哪里跑？有了，在你后面，跑后面去了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老板抓上来。哦，红骨，这么小的红骨，这么小的红骨，不过也有1斤了哈。红骨因为它是比较大的鱼啊，一般会长到30-40斤。哇，你看，这金骨鱼，这么大，2-3斤啊。哇，这肚子油脂了，啊，这不是胀气了，油脂了。我们先拿去放生吧。我们把这条大肚子的。油脂的金骨鱼给它放生了哈，开始混水摸鱼、哎、很大的一个尾巴，来来来，有鱼有鱼，来了，哦哈，今天第一把割入到3斤多，哦、好像也摸到大货了，哦，来三把，哇这么大，哇这么大10斑，哇哈这老虎斑，5-6斤啊，单手举不起来，哎我这里也有，举起来，哇、哎、我这边抓了一只了。哇，贵鱼了！哇，第二把割鹿刀，这个值钱！哇，太重了，5-6斤。有货有货，好大好大！哇哇哇，这条更大，7-8斤。哇，这是第三把割鹿刀。我好像抓到一个尾巴了。哎，我来包抄它。来了来了，哇，好大！哦，就，赶紧扔去。哇，这个是魔鬼鱼哦。这个本地叫做哼鱼啊！哇，你看你看，来了，小鱼，哎，哦哈哈，有大有小啊，这条是油桂，1斤多，好了，1斤5，哇哈，巨大的贝鳍，你看贝鳍野菜汁，这个鳍很大很粗很壮，刺很大，来了，大鱼，哦。哇哦，鲤了，15斤的油桂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哎哎哎哎，
你看它的鱼头一直浮出水面。哦，来了，第四条了，今天红鱼啊，也叫割鹿刀。哎呀，那后面，哎，八爪鱼自主路现身了。豪华送报的八爪鱼，小八爪。哎呀，这石头缝底下有什么？快点，来来，翻掉！哇，八爪鱼，八爪鱼好多鱼，还有青蟹。哦，这么大的青蟹。哦，来了！哎呦，哇，这钳子好大！哇，这咬一下人要三天了。有没有进下去？这个有了，至少有一斤了。就放。公了公了公了。哎，这里，扁扁的。哎呦，多宝鱼啊！来来来，发现它了。还想跑？哇！哇！进去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哟，海参啊！哎，海参，进来了。海参还是鲍鱼啊？哎呦，鲍鱼啊！海参啊，又是海参又像鲍鱼。这叫什么东西啊？进来了。从来没见过的，又有点像海葵啊。又像，哎呦，有点又有点像水母，这个有点像十八变。然后看我十八变，把它拿回去，拿回去再说。这边可能有大货，这里这里，来了哇哇哇来来来，哇哇好大哦，神龙摆尾，春华过来帮忙，哇我一个人无法自如，春华过来帮忙，哇哇两个人，哇好大，哇好大的鱼，五六斤，继续，哇这下发财了，哎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啊。这么大，这很大，这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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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这你露出尾巴，你就死定了，你就死在我手里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游个，游个，哎呦，进去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哇，你看这什么？又是鲈鱼！哇，又是鲈鱼啊！这个季节鲈鱼泛滥了，冬天的时候，鲈鱼就是出没的季节。哇，来来，这里，这里！哇，好大的黑鲷，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黑鲷呢，三斤了，进去！哇，来了鳗鱼，小红鳗，小红，哇，好大的鱼啊！我仿佛听到了堂主哭泣的声音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太大了，两斤多。这里还有，这个黑猫有点像，哇，也是南瓜子，这个比较大，一斤多，很漂亮啊、哦。哇哇，真是棒！哇，很屌。哎呦！行啊，这样你过来一下。亲戚，我幸亏有夹带夹子、啊。哎呦，看你看，差点被他咬。前面，赶上你。哇、哦，哎，身上都长海蛎壳了，你看。哎呦，长海蛎壳我就怕你是吧？长海蛎壳我就怕你是吧？哇，不怕你。哎呦，哎，来了，好。哇，看你，看你还这么啊？第三只了，看你还这么不乖。你看身上都长藤壶了。要把它弄掉，不然哇，这条很好，很硬哈、哦。哇，这个黑公的公的，很硬。哇，哎呦，不要放进去，待会跟鱼打架，脚就断了，会不会？哎，有货、啊，哇哈，哪里跑？华哥，你行不行啊，华哥？啊，下去帮忙啊。啊，接一下鱼，接一下就可以了。接一下，你扔过来嘛，扔过来、啊，你确定？哦，全身已经脏得不行了。没了。这刀什么？哇，这是青帮。美人鱼，美人鱼。哇！大青帮。哎，我摸到鱼了。哎，跑那去了。哎，哇！嘿嘿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鳐鱼。美人鱼啊，小可爱两张脸，库里来的，千万不能，哇哇哇，哎呦，哇，兄弟，也太凶了吧，造反了这，
我抓了你怎么说也是你主人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拖宝鱼，嘿嘿，看很可爱啊，小小的，带我半身。那、啊、这个水哥好多鱼，好多鱼啊，进入了这个夕阳岛上的渔民啊，一定赚了这个。哇、啊，十磅不贵，看这节奏，这个有将近一斤吧，这种比较贵啊，一斤100多。哇，什么鱼？哇，好多好肥的石油工啊，3两。珍珠斑，哇，有一条美人鱼。哇，这条5斤的红骨了，啊，还有条包公，1斤多。哇，小钻到，好漂亮，拿回家养。看到好货了，哇，这条鲈青斑有个1斤多，涨一涨。哇，还有这么小的红骨，1斤多。哦，鱿鱼，鱿鱼，哦，哦，好大！哇，又是红鱼，今天第6板割入到。这上面都是大货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有底下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你看，越出水面了，还说没有，哈哈，珍珠斑，3斤。哎呦，好大的石狗公啊，红彪彪，小红，这什么？哎，鲈鱼，鲈鱼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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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呀、啊，这条更大了，快3斤了，哇，这鲈鱼这个季节很多哈、啊，这里一只，哇，好大，哇塞，哇、哦。哈哈，来来，赶紧拿进来，扔进来！哇，你看，这套鱼只有我们今天抓了一半的鱼货在这里，我们另外一半已经放到岸上去了。这里这里，大爪鱼，八爪鱼大战红骨鱼，来，你看，嘿嘿，我还有条大鳗鱼。妈妈，这条好大，这条不是好大，肥嘟嘟的，不好抓。进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差点又被咬了。这条2-3斤的鳗鱼，干那条30斤，还进。哦，哦，黑雕。翻掉，1、2、3，哎呀，还有，哇，这什么鱼啊？5颜6色，有没有毒啊？不管了，不要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要咬我！哇，怎么被打翻了？这也太猛了吧！哇哇，别要咬我！你看这这，抓好！进来了，这条有3斤多，准备。跑出来，一跑出来，再抓进去。跑一次我抓一次，跑一次我抓一次。哟，你看，咦，尾巴露出来了。哎，我发现鳗鱼了。哇、哦，又来一条鳗鱼。哇、哦，你看你看。哇，这1米多的。哇，这个巨石底下有一个千年螺王鲸啊，这个根本就是螺王啊。这个哇，吸得很紧，你看触角缩进去了。哇，石头来的，有珍珠啊！结果头那么大，这种螺的话，里面可能有如粒珠哈、啊。这珍珠一只一个的话，可能就要几百万。如果一般1万个里面才有一个螺的话，可能有机会有珍珠。也不知道这只螺有没有。哇，这个有差不多7、8斤啊！哇，不要打扰人家。喂，哇，这么大的石油工，啊，2两多，这一定要100。哇，兄弟啊！你看他这样跑，哇，还有这石狗，你看，好可爱，石狗把它扣上。哇，哇，巨物出水了，哇，来了，
两条黑鲷，小鳗鱼，跑吧，跑不了，跑不了。这边，这边倒是，哇，松快松下来，头被砸进去了。哇，你看，四条鱼大了。这边还有，跑跑跑！我刚才看到了。没有了，我抓我看，我抓哇，今天很忙啊！你看这边抓的螃蟹，这边抓的那个红鱼，好吧，扔进去。哇，黑鲷，弯弓射鲷，在这里，你看，钓鱼在吐泡泡，在呼吸呀、啊，在呼吸。哦，珍珠斑。哦，黑鲷，黄鲷啊，你看是黄色的。哎，有鱼有鱼，来吧你！哎，来来来，还在里面。来吧，往哪里跑？往哪里跑？哇，大黑鲷！哇，今天黑鲷怎么这么肥？来，看进去，来了，第一个。哦，跑那边去了。我去那边看一下。又跑你那边，你会抓得住啊？过来了，过来了哈、哦。那边抓，去那边抓。在深沟这里。哇，出来了，半斤多的龙胆，躲在那里面躲很久，被阿酱赶出来。这只又跑出来，很屌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这条龙胆，龙胆龙胆，大龙胆来了。大的浪超出想象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哇，漂亮吧，青斑青斑，不是龙胆，说错了，两斤多，这一条要300块钱。哇，来了，啊，你看这畸形的这个，洗干净，畸形的那个龙胆鱼，这个潜很久，来，哪里？哦呦，看看看。扔，再扔，这什么呀？哦，这条黑鲷有点小嘛，三两斤。收。哎呦，什么鱼啊？看到没看见就跑了。哎呦，鲈鱼啊！不是鲈鱼，红鱼。哎呦，这么白，这条红鱼，好白呀！发电了，发电了，发电了，煮不够抓了，煮不够。要抓住，我要跑了。哎呀，进去！我这几天看见一只红红的鱼，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哎，哇，抓住它了，哇，好漂亮，从来没见过这种青斑吗？东星斑，哇，香港渔网东星斑。黑鲷，抓住了，哇，黑鲷来了，再来一条大鲈鱼。来了，青蟹，自己跑出来了哈，怪不得我了哈，你了，嘿嘿，最近青蟹比较多，你看，我们还买了个钳子，哎呦，扔进去了，搞掉了，不吃切了。黑鲷啊，黑鲷、黄鲷、平头鲷、珍珠斑，哇，这里还有，哇，再来一只，左右开弓，一箭双雕，哇，你们这边果然很多鱼，来，我发现一把屠龙刀了，来啦，哦，杀，哎呀，森哥。看到你了，别想跑了哈！上面水边跑到下面水这里，抓住你！耶，拖拉！看，哦，来了，鲈鱼！好久不见，鲈鱼，
两斤。下面还有水坑，你看，哇，这里有更多，这空空啊！哇，开始扔鱼模式了。来，哇，你看，还有一只青龙啊！哦，连你，哇，这条龙虾大，比刚刚那只大一点。啊、哦，一对哈、哦，看来进去。好，扔鱼模式。忙一温柔一点啊、哦。嗯，哎，进去一只。好，包工。进去。又是包工，进去。珍珠吧，进去。这里有跑路的，有跑路的，快。跑路了，你进去。好像投篮命中率目前为止是百分百吧。啊。哇，大青斑，珍珠斑，一条。哎呦，脱手了，这只石斑脱手了。来一只。哇，大石斑。哎呀，可乐。99%。命中率只有90%了，十好九中。找找蓝黄，给你蓝黄八爪。哎呦。炖起啊，炖起啊！就有也叫牛尾巴鱼啊，神龙摆尾。看蓝黄的了，对的。越越就没跑了。哎呦，啊，你看，不要碰，哎呀，不能动啊！碰一下没事吧？不能。现在肚子黄黄的。黄黄的是黄瓜鱼吗？不是。哎呦，很像黄瓜鱼吧？这就是黄瓜鱼吧？村子啊的。哎呦，哥，看来跟黄瓜鱼是亲戚啊，长得很像啊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来了鲨鱼。哦、居然抓给我抓到鲨鱼了，这个一斤150，这 一两斤，这个，好了，看看，它一直动，不好搞了，进去，哇，精准了，有鱼有鱼，有，来了，来了，直接看我拽它出来，哦，来了，雕哥，哎，这里是什么雕？黑雕啊？哦，黄雕啊！怎么样？有进度？进去让他跟小黑作伴，两条雕哥，你看，我又要酒又开工了。哦啊，抓不住啊！来了，抓住了，两斤一斤，进去，在这里，看到黑影了。哦，看到黑影了。老黑鱼，哦哦，来了，一斤多了，油贵，150一斤。哇哇哇，你看，这个跟弹簧一样的东西呀、啊。哇、哦，你看，龙虾，这条小青龙啊，大概是有个3-4两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走，把这些全部抬到船上去，开始搬东西回家了哈。走了。回家，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哈、哦。喜欢阿象刚来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